我们现在在一个泰国餐厅准备点餐吃饭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我的同学 Bella。然后我点的是一个生姜蘑菇，然后配上饭。我们现在在店里瞎逛，对，享受春天。Yes。我刚才买了冰淇淋，我买咖啡口味，然后爸爸买了巧克力口味。是一个日本超市。今天和 Bella 来吃这个日料， Bella 点了一个辣的拉面，然后我点了这个咖喱拉面，还有一个这叫什么烤串。对，刚刚结完账，然后他送了一个小点心。这是我们的学校。学校的主楼，那个是 lower school。到了一个 park， 这是我昨天新开辟的地方 ，Flat Rock Park， 那里有人要划船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Anyways， 哦，还有鹅，好多鹅。真的，你们把我走不动，是我压着，我压着吧。我们还是和平相处比较好。今天天气太好了。到这了，卑微求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。